曹强敢有消息啊？无，伊个手机啊关机，无了任何消息记录，剩班无法度找到伊。曹强这囡仔自细汉啊，就真济出头啦，唔知伊人变甲地去啊，即摆伫当地哦，想办法要来互我歹看。哦，我家当作我想要实行转型术的对象。 伊若是甲草叶，还是其他人讲出我的法术的秘密，那以后麻烦就真多啊！你这么遐尼激动，就可能做出无多本会代志。你敢为虾米法术，会当赶紧找着人？有是有啦，啊，不过我这么顽皮，人会要做？ 可能身体袂堪，你教我，我替你治好。顶下看到丽萍阿嬷的手夹着这佛珠，佛珠就有发光，丽萍阿嬷随着回复我，这就代表讲这佛珠一定有法力，无得卡，麦当保护我。啊，这张符咒，来控制曹强一息，乖乖听咱的话。 等来找，阿姊妈一定在做法，佛珠的法光就代表讲在保护。佛珠先生，给你收起来。这代表是讲妖魂术失败啊！不过，这边来可怜呐，我从来无教过超强。 搁较深的法术啊！伊嘛无可能会晓的。敢会是顶届阿强甲朱新天的法术提早，会法术会当保护伊？一定是安尼。顶届朱丽萍会当破解我的法术，就是因为佛祖的关系。即届曹强用佛祖来做保护，咱就无法度对伊下法咒啊！咱即马去闭门大会。 该知影阿强可能袂所在，全部拢找一遍。想袂到，竟然是我亲阿妈佮亲小妹的佛珠，保护我安全。是到底发生甚物代志？啊，无，恁来气到安尼先 曹强伊知影伊先生啊，甚至啊，佮要着一挂代志啊。公公，你嘛，伊要找大家出来，是要把代志拢压出来，毋哈？啊，就讲，你甲看啦，伊这大动作哦，就是要甲大毙命啦。袂当让曹强佮继续安尼失控落去啊，伊才想办法啦。 先甲领长啊，再佫讲。这个是曹强，我伫未来的前副总位置，早就已经稳到档啊。啊，若悠哉伊学袂来，甲隔壁母后倒，看唔着，看会着，食袂着啊。恁出来啦，你当行动啊。我刚刚在内部。 要来搞总裁嘛，盘烂，哪会这样拄啊好？拄到伊要出去。你敢不是？ 江聪才好生，你是在创啥？总裁嘛，跟方彩霞，刚刚都分去啊！哎哎，是谁？是谁搞破嘴啊？这是多位？ 哎，睡美人，总算清醒啊！超强，安怎是你？无咧，
还是你孝顺讲有啥物缘投的王子，甲你带来遮要小查走是？啊！你哪将我甲你老爸绑来遮啦？你是迄乱来哦！我即马哦，都打电话恁爸爸，计甲你抓起来啦！啊，那又是你乌白母哦，破坏大家计划哦，以后大家争吵，拢害你母甲无去啊！免做啊！我跟我遐娘讲，互恁打电话叫人来解救。手机我早就断掉啊！哎呦，你这个囡仔哪安尼啦？哎，那么闹就有程度。闹？我即马就互恁知影我认真的程度。你莫后壁来哦！我恁乖乖听我的话，莫安尼吵吵着。阿强诶，听伊讲你已经要着你家己的心事啊。我想你即摆心情一定感觉真受伤，无法度接受。你认为讲大家是安怎样要来温暖你？我就知影阿妈你是过来人，不过哦，我自细就感觉你对我特别严格。五年前迄暗，我甲超越和爸未婚伫咧密室内底。你就干那把超越叫起来，让伊有机会当逃走。即摆我才知影原因啦，因为对伊来讲，伊才是感觉真正的血脉，伊才是你真正的早孙。我嘞，对伊来讲，我这个假孙是四十外，一点仔拢无重要，对无？超强伊敢知影众人对伊的企图？伊若是唔知影，安尼一切都还阁有法度反转的机会。阿强，阿妈唔是迄个意思，因为迄当阵哦，阿妈伤过紧张，干那下午，甲阿我叫精神，唔捌我后来，我嘛是精神讲，所当恁阿爸较唔是咧，阿那无你即马。哪有可能活跳跳啊？坐伫个车来甲阿妈讲话咧，你甲我当是啥物囡仔心啦？你当想讲破白桥，迄是因为你甲叔叔的关键超越带走，无超越黑袂，就算讲有我这个容器哦，把迄转身术大梦嘛烧有去，这我早就知影。你也知影转身术？哎呀，真嗨呢！人家娘娘的代志都跟我超强知影，啊，这些是要哪收煞啦？那恁早就知影，特别是你，这甲刚刚无关系，人嘛知影。妈，所以白娘用我的时阵，你早就知影伊无对啊。拄啊，你搁咧替爸辩解，希望我会当谅解伊。你敢是搁希望我会当留来做伊的容器？你的心肝那是恶毒啊！阿强，你先冷静落，小冷静落就好。你即个大蛇想要甲我解释，我想要哪冷静啊？无怪我就感觉阮爸跟阮妈感情怪怪。我甲阮妈会踮伫阮爸身躯边，根本就是一个大阴谋。就算讲，恁爸爸唔是你的亲生爸爸，啊，不过伊嘛请养你二十几年啊，伊哪有可能对你下一款毒手？你给我点起！你上无迄个嘴讲什么虎毒不食子的道理？你对咧嫁来有信心嘛是同款啊，伊无利用嫁达，你着化避免着避免啊，佮想要甲毒死，敢毋是？迄哪有同款啊？迄只小鬼哦，心毛尖罗王的尻川啊，想要甲我压落底，我唔只。你真敢！我即马开始，莫讲话啊，安尼用得无？这毋甚物误会啊？我甲阮妈会当有一口饭会当食，迄拢是阮爸的布局。因为我是完成终身不老愿望的容器，伊所爱就敢若我这个容器，我的身份啊！伊对我的忠诚，对我的好，拢是虚情假意。伊是在欺骗我，让我会当信任伊的障眼法尔。阿强，人毋是插头的，拢斗阵遮尔啊侪年，哪有可能讲一点仔感情都拢无咧？你袂会讲，因为你的主管，你就来认定讲你的爸爸对你有企图。伊若是讲真是要做出对你伤害的代志，那呢，伊是要哪会向
你的妈妈甲阿外交代，敢毋是咧？阿强，你的爸爸毋是一个遐尼啊戆惰的人，你是毋是咧？提下你对伊的偏见，阁予伊一遍机会来甲你解释。阿爸阿妈，我今日叫来甲你说明。你莫把代志误到袂周煞，敢袂用的？是啊，巧巧啊，啊，大家直接约来约去，嘛约袂出一枝花啦。人咧讲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啊。上好哦，你是找恁爸爸，大家坐落来，当面讲哦清楚啦。啊，看是要安怎哦，重新取回对双方的信任，啊，总比甲我甲恁阿妈绑来遮较好啊。哎，这真正车轨拆药单啊！你什么人？你造反呢？你若真正要害我死哦，我的魂哦，目睭就给你收起啊！哎，这是真正的哦，找死！所以你讲，你爱阿妈安怎做？只要讲会当回予恁爸仔囝，甲较早感情安尼同款，你讲阿妈一定会照你的话去做，好不？维护感情，我无拍算要安尼做啊！我跟恁俩来家，我的目的就干那一个，我要你一个张超越、陈昌顺、陈文瑶的面头前替我背书，甲把迄真面目完全拢压出来。只要伊愿意相信我，就当当作爸想要另外的专心的目的，安尼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。不行的，绝对不能死做。你若把这代志压出来，就等于判恁爸爸的死刑。以后恁爸爸是要怎做人呢？我再讲。你若是安尼死做，人感觉就会放弃，安尼对你、对大家并无好处啊。是啦，超强，你也毋捌食过苦啊，所以你无法度了解迄种家破人亡、伸手就拄着病的感觉啦。事实是哦，感觉若真正倒啊，就算讲你有法度脱身，啊，毋过你嘛无未来啊。人来讲啦。大树底下好乘凉，你哦，千万唔通把这张大树摔倒。你要创啥？你卖乱来啦！阿强，你唔通讲一错再错了。我无做唔对，我已经想得足清楚。我知影伊是你上疼惜的客查某囝。我拄则应该我的要求讲得足清楚，你若无该照我的意思去做。我就害死你在面头前啦！可不叫啊！阿强，你害死是逼你家己行死路，你知无？为了你嘛，从来唔捌爱我，免你遐假有心嘛。我若无安尼做，再万死留阮爸的手头。我问你，你若是我，拄到这款生死关头，你敢会选择搏一刀？我咧丢毒，我根本无爱心嘛！张朝强，你莫讲啊啦！就算讲用我的性命嘛，无法度威胁到你爸爸啦，因为根本就不是你表面上看到迄个江崇仁。啊哈！你先别讲啥。什么意思？你跟我讲，伊不是江崇仁，什么人？较轻嘞，较轻嘞，这对我真来嘞，莫后背啦。你紧讲。好，只要你甲我放开，我就甲你交换这个秘密。你唔讲，你嘛赶快死，讲。啊，我提到是死哦，免讲啊。我咧即摆甲我讲，紧。啊哈。你是唔通乌白讲话哦！讲，好啦，我讲啦，你先甲阮客户放开啊。其实，恁爸爸江崇仁，就是你的阿公江道成呐，伊早就转去。